第五百七十集，玄老叹息一声道：“这小子，真是不让人省心呐、啊！老庄，这些天就麻烦你了。”老庄点了点头：“你放心吧，这是咱们学院未来的顶梁柱，说什么我也会帮他恢复过来的。以后我每天给他检查两次身体，随着他自身身体状况变化，再逐步调整对他的治疗方法。” 这就最好了。这会儿，贝贝他们也都赶来了。贝贝还带来了食物给王东，一大锅鸡汤面，有营养又好消化。身为大师兄，贝贝一向心思细腻。王东儿没有客气，尽管霍雨浩此时重伤，可他现在的心情却反而是极好的。只是心情好的同时，也心疼到了极致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雨浩回来了。 起码他还活着，而且他是为了他才变成这样的呀！一想到这里，王冬儿虽然痛彻心扉，可就算是哭，他的泪水中都饱含着幸福。可就算是哭，他的泪水中都饱含着幸福。坚强，自己一定要坚强。王冬儿尽管是那么的心疼，但他都没有再哭，大口大口的吃着鸡汤面，补充着自己的体力。 但他的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过霍雨浩身上。玄老带着一众宿老离开了。江楠楠和潇潇本来想留下来帮王东儿照顾霍雨浩，却被王东儿毫不犹豫的拒绝了。他告诉伙伴们，自己可以，也能够照顾好雨浩。眼看着他吃了一大碗鸡汤面下去，还吃了点青菜，贝贝也就放心了。大家毕竟都是魂师，王东儿更是魂帝级强者。 之前几天虽然状况不佳，但只要他肯吃饭，注意调理自身，恢复速度自然是不会慢的。在这黄金之树建造的海神阁内，拥有光属性的他，恢复速度必然是最快的。吃过饭，王东儿的俏脸上总算是有了一抹血色。他拉过一张椅子，在床边盘膝坐了上去，凝神冥想，想要好好照顾霍雨浩，辅助他身体恢复。那么首先。 自己的身体就要没问题。王东儿同样是当代青年魂师的佼佼者，只要他冷静下来，在各方面的能力是绝不比霍雨浩差的。这十天来，内心的煎熬加上自己对身体调理的太差，令他太虚弱了。尤其是今天那一口心血喷出之后，更是十分虚弱。吃了东西也要先恢复自身才行。 但是在有些时候，不是想要冥想就能进入状态的。譬如现在的王东儿，十分钟后，他重新睁开了眼眸，美眸中满是温柔与心疼。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让自己进入冥想状态，只有一闭上眼，就满是霍雨浩，在他耳边更是不断回荡着王秋儿的话。只要他一想起为了自己。 霍宇浩竟然喝下了极致之火级别的滚烫泉水，泪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宇浩啊，宇浩，你好傻，你真的好傻呀、啊！再也忍不住心中那份惦念，王东脱掉外衣上了床，小心翼翼的避开霍宇浩的双手，轻轻的依偎在他身边，感受着他的气息，闭上双眼。说也奇怪，当他的身体挨上霍宇浩时，他的心…… 居然一下就平静了下来，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安定。霍宇浩的心跳有些微弱，需要仔细倾听才能辨别出来。就这么依偎在他身边，王东儿脸上的泪痕渐渐干涸，一抹满足的微笑徐徐浮现。就这么依偎着，王东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很快，他的呼吸就变得均匀了。他并没有看到的是。 就在枕边的那株相思断肠红开始散发出了淡淡的红色光芒，柔和的红光笼罩着两人的身体，一丝淡淡的芬芳就那么从相思断肠红中分离出来，伴随着他们的呼吸悄然融入他们体内。就在王冬儿在霍宇浩怀中静静的享受着那安定的沉睡时，还有一个人却在默默的流泪。 王秋儿站在自己房间的窗前，看着外面已经暗下来的天色，泪水不自觉的滑落。原来，爱上一个人竟然是这么的痛苦，尤其是明知道不能和他在一起的情况下，更是如此。霍宇浩，霍宇浩。 如果是我先遇到的你，你会像爱他那样爱我吗？为什么不让我早天遇到？上天，你为什么要如此捉弄我？那王东儿，原来不是个男人吗？清晨，当王东儿睁开双眼的时候。 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从昨天傍晚一直睡到了今天清晨，好久没有睡这么香甜了。虽然身体依旧有些疲惫，但精神却感觉很好。近距离的看着身边的男人，他依旧睡得很沉很沉，并没有要苏醒的意思，但他的心跳依旧平稳。王东儿小心翼翼的检查了一下霍雨浩的身体情况。 确认他没问题之后，才在他的面颊上轻轻的亲了亲，起身自己先洗漱之后，就开始伺候霍雨浩了。重新擦洗身上，然后用他那双充满光明气息的小手，为霍雨浩轻轻的按摩了一遍全身肌肉，再为他换上一身干净衣服。霍雨浩现在这种状态是完全吃不下饭的。昨天玄老他们临走之前留下了一瓶丹药。 让王冬儿喂给霍雨浩吃，这种丹药是用十余种珍贵药材炼制而成，足以弥补不吃饭的营养缺乏了。王冬儿取出药瓶，将一颗丹药含入自己口中，然后再轻轻贴上霍雨浩的唇，用他那丁香小舌把药液渡过去。他的俏脸很红。 对于一个未经人事的少女来说，这么做实在是太羞人了。可是她的眼神却是那么的坚定。只要她一想到雨浩为了自己连命都可以不要了，什么娇羞都丢在一旁。我是他未来的妻子，有什么可害羞的？做完这些之后，王冬儿才自己去吃了饭。吃过饭后，重新回到霍雨浩身边，盘膝冥想。 这一次，他总算是进入了冥想状态。一天里，他为霍雨浩换两次衣服，喂三次药，按摩三次，清洗身体两次。到了晚上，他就不再冥想，默默地守在他身边睡下。庄老来检查了霍雨浩的身体，霍雨浩的情况似乎比想象中要好一些。他体内那股维持着生命和恢复的药效很强。 而且也很有持续性，令他体内伤势恢复的速度较快。庄老告诉王东儿，要多跟霍雨浩说话，尽快将他唤醒。只要他醒过来，自己就能控制一些体内的魂力，恢复速度就能快得多了。夜幕降临，王东儿依旧只是小一躺在霍雨浩身边，轻轻的抚摸着他的面颊。王东儿在他耳边喃喃的说道。 雨浩，我是冬儿。我已经看见你带回来的仙草。你究竟是从哪里知道我有暗伤的呀？我真的有暗伤吗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雨浩，我好想你，好想听你的声音。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好好的照顾你，伺候你。 醒过来好不好？你已经睡得太久了。只要你醒过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哪怕哪怕是你要和我亲热，我都不反对。我天天都让你抱着睡，好不好？这不是你一直都希望的吗？从今以后，我都这么陪着你，都和你睡在一起。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。 这是我的义务。其实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很愿意和你一起睡的。和你一起睡觉的时候，我会特别的安心，睡得特别踏实、舒服。雨浩，醒醒吧！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你。说到这里，王冬儿的声音中不自觉的已经变成了哭腔。 他今天小心的撬开了霍雨浩的嘴，看了他的喉咙，他的咽喉现在完全是赤红色的，似乎有无数软肉在蠕动着、生长着。不知道王秋儿给他吃的药草是怎样的，但对于那近乎毁灭性的伤势，居然有着很强的治疗效果。庄老当时看了，也说这简直是奇迹。或许那神奇的药草力量真的能让霍雨浩恢复说话的能力。 可王冬儿看到霍雨浩那些恐怖的咽喉时，哭成了泪人。这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啊！要有多么深刻的爱恋，才能将那滚烫的泉水灌入腹中？为的，就只是能够喷出一口不结冰的心血。连王冬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进入梦乡的。在他睡着的时候，俏脸上都依旧带着泪痕。时间。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王冬儿就像那天他说的那样，悉心照料着霍宇浩。转眼间已经又过了十天，霍宇浩却依旧沉睡着。十天时间，霍宇浩体内的伤势已经基本恢复了，就连溃烂的口腔和双手也都恢复成了正常模样，心跳也渐渐变得有力起来，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距离新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可是霍雨浩依旧没有醒过来。王东儿最近这几天哭的已经越来越少了，看着霍雨浩身体的逐渐恢复，他心中很安定。每天伺候着霍雨浩，他怡然自得。每天他都会至少跟霍雨浩说上一个时辰的话，轻轻的呼唤着他的名字。 再有一个多月就是大赛了，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五人正在加紧磨合修炼。没有了霍雨浩这个主控魂师，这一届大赛他们能否获得冠军还很难说。宗门的加入令大赛局面大变，他们必将面对众多强大的对手。王秋儿也来看过霍雨浩几次，对此王东儿并没有任何拦阻。 反而很热情的招待了他，但王秋儿每次来却几乎都不说话，只是站在床边默默的看着霍雨浩一会儿，然后就会转身离开。王豆儿看得出眼神中的那份悲伤，可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的。他同情王秋儿，但霍雨浩只有一个，他是他的男人。又过了五天，霍雨浩回来已经半个月了。 身上的伤势基本已经痊愈，只有体内的两股魂力依旧在冲突着。王洞儿没敢用自己的魂力帮助他融合恢复，他担心自己的介入会出现反效果。他宁可他恢复的慢一点，也绝不愿意承担半分危险。在床上躺了十五天的霍雨浩反而胖了点，营养药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王冬儿每天都嘴对着嘴喂他吃药，再喂他喝一些水。在他悉心的照料下，霍雨浩的身体状态保持的相当之好。傍晚又到了他和他说话的时候了。雨浩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我吃了两个馒头呢，<laughs> 好多，对不对？我都担心自己会胖呢。今天食堂的饭特别好吃。 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就算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再伤害自己的身体了。等你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你看到健健康康的冬儿。那样的话，你是不是会特别开心啊？我会让你看到你的冬儿又漂亮了呢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其实我都不太着急让你醒过来。最近这半个月。 我过得很充实，我很享受这种伺候你的感觉。以前都是你照顾我，连咱们的宿舍都是你打扫。现在换我来了，我才知道过去你那些年默默的为我付出了多少。不过，那时候你还不知道我是女孩子呢。哎，你真是我的傻瓜！我们在一起住了那么长时间，你竟然都没发现。 哼，现在想起来，我都还想笑话你呢。哦，对了，大师兄他们最近修炼的很勤奋，但是没有了你这个主控，对大家影响会很大。而且因为你现在这样，我也不可能去参赛。我今天跟大师兄说了，我会留下来陪着你，大师兄也同意了。这次大家是代表唐门参赛，大师兄说。 让娜娜先临时补充进来，她的实力也不差，然后再从宗门里随便选个人凑个人数。啊、哦，要是你醒来该多好啊！就算你的身体不能参赛，有你的鼓励，大家也一定会斗志昂扬的。哦，对了，晚上还没喂你吃药，嗯，我先喂你吃了以后，再继续跟你说话吧。 王东儿取出药瓶，将一枚丹药送入自己口中，和往常一样渡入霍宇浩嘴里。做了半个月的事情，他现在已经有些习惯了。用舌尖顶开霍宇浩的牙齿，然后用自己的小舌头压住他的舌头，这样就更方便将药液送入他喉中，能够吃得下去。一切都很顺利，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可是就在王冬儿要将自己的小舌头收回来的时候，突然他觉得自己的丁香小舌似乎是被轻轻的触碰了一下似的。王冬儿先是愣了一下，紧接着他立刻明白过来，赶忙抱紧霍宇浩，继续把自己的舌头探过去，轻轻的碰触着他的舌尖。因为激动，王冬儿的娇躯轻微的颤抖着。他，他是要醒了吗？但是霍宇浩的舌头没有再动。 王东儿不断的用自己的舌尖去碰触着他的舌尖，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难道是错觉？王东儿好不甘心的，当他将舌头收回来的时候，眼神已经重新变得暗淡，转过身，轻轻的擦拭着眼中流淌出的泪水。玉浩啊，玉浩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呀、啊？正在这时，一个微弱而有些沙哑的声音突然在他背后响起。 在，亲亲，王东儿身体猛然一僵，下一瞬，他也是瞬间扭转过来，他看到的是一双无神的眼眸，但却带着淡淡温馨微笑的眼眸，正温柔的看着自己。